稍等一下，我去拿您的鞋子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东西？我有一个问题啊。你要如实的回答。嗯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？喜欢。是男人喜欢，我感觉是一时新鲜。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认识个男生就喜欢啊？那你把我当什么呀？男朋友。什么？男朋友。那我是你男朋友了，现在。你干嘛？想耍流氓？不是，喂，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鞋给你放这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魏言，这好不真实啊！你故意反悔的吧？有可能呢。不可以啊，不能反悔，也不接受差评，更不能退货。强买强卖啊！那我也想问一下，我是你第几个女朋友？应该是我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哎呀，滚！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